22岁刘德华展现魅力，与底下粉丝齐声高歌，但唱到一半意外发生。华仔当时边走边唱，根本没注意到舞台的地下通道呈现打开状态，因此当场踩空重摔在台上。歌迷们瞬间大叫，这一下看起来真的很痛，但华仔当下反应很快，立即用手撑住，顺势趴在舞台上，还不停翘着双脚，似乎想让粉丝放心。过没多久起身笑着对歌迷喊话，接着继续演出，但聊天环节还是吐露心声。告诉你们，我只要回家，家人就骂了。而演唱会的主办也被批评，粉丝在网络上纷纷痛批主办方怎么能犯这种错误。而华仔这一摔导致他手部擦伤，虽然并无大碍，但已经让粉丝们超级担心。